好，全球战友们，大家好！今天是第十六天啊、呃，我们刚刚从庭审现场出来，给大家带来今天的庭审速递。首先呢，还是请我们的这个 Rainer 呃，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关于七哥的情况。谢谢。好的，谢谢 Nick。 今天七哥的状态非常好啊，穿了一身灰色的西装，然后黑色的衬衣、黑色的领带，还是像我们以前看到的七哥一样，非常有精神，非常有活力。然后庭审上面呢，今天出来了三个证人、啊，那具体的内容呢，就请尼克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啊，这么快？好的，今天呃，大部分时间还是第十五号证人吴敏然啊，他是原来前向导山的这个。 呃，翻译的义工。然后第二个证人是之前来过的 Kimberly FBI 探员，他是关专门呃关注这个分析银行账户前现金流动的这样的一个一个 FBI 探员。第三个来自于普林斯顿银行的叫 b a n k of，等一下啊，他是哪个部门？他叫 B，他叫 BSA Bank s e c r e c y Agency，主要是负责调查。 关于可能有这个洗钱的这个嫌疑的这样的一个银行账户的这么一个银行专员，对吧？对，新证人。所以今天总共是十五、十六、十七号证人。那么关于这个第十五号证人，我给大家简单讲一下今天讲了哪些内容。今天讲的涉及到的主题一个是农场借款，然后第二个是 G Club 会员，第三个是 H C N，就是洗币的这个呃这个配额，还有洗币本身。那么没有什么太多讲的啊，但是。 呃，这里面有一个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 Sara 为害了很多人，呃，因为呃，因为他的这个呃偷钱，对吧？转钱、盗钱，导致了很多的战友的钱啊、呃、被他灭掉，然后导致后面当然还有关于跟他的这样的一个官司。呃，后这个战友本身呢，他啊前战友啊，他最后的一个结论是什么呢？他不相信呃爆料革命，他不相信七哥。 呃，其他的亮点没什么太多，我给大家简单讲一下他为什么不相信七哥，然后带呃欢迎战友们在这个视频下方啊评论区留言。他不相信啊，包括他产生的这个疑惑来自于什么呢？第一个，GTV 被 SEC 调查；第二个，香草山诉讼 Sarah w a d 的 Phoenix；然后 Sarah w a e 开过一百七十多个银行账号；第三个。 没有言论自由，就是我们爆料革命内部没有言论自由。第四个，政府调查啊、呃，长岛哥，他当然他说的是夏启东啊。然后第五个，呃，这个我们签的合同里面，他认为有很多的 flaws。然后这个农场就是回迁的时候比较缓慢，这是他的理由啊，他的理由。第六个。 就是我们的抗议，抗议中有一些这种暴力的一些行为。第七个，呃，他说洗币有几百万个 millions millions 洗币丢失，这个可能跟那个茶币有关系啊。然后最后一个，他认为这个给他带来 doubt 的怀疑的就是这个洗币的锁币三年。然后他还补充到。 呃，有听说洗币所币从三年增加到十年的这个说法。那么给简单讲一下他的情况。他的情况就是，他的这个 farm loan 就是银呃农场借贷的钱呢，实际上在二零二二年九月份提交申请两万美元，后来是全部退还。然后这个他有四万四千五百个洗币的这个配额。 当然，里面大部分是当时农场给他的这个福利币嘛，因为他总共投资没几万块钱，四万块钱左右吧。然后他的四千五百美元的购币款全部退还，相当于他这个币他就没要了啊。然后 G Club 一万美元购买，呃，然后一万美元这个是没退，好像也没有理由应该退，对吧？G Club 是一个消费。 然后 V O G 吧，V O G 那个时候我补充一下吧，我记得他他的 V O G 好像是投了一万多，但是那个是已经 S E C 退还给他了，那 S E C 扣了百百分之几的那个手续费，我相信战友都知道嘛，所以他基本上没投多少钱，那基本也都退给他了，而且呢，当时。 借款项目里面提到的说百分之三的利息，其实合同上面已经讲清楚了，你是这里要三年，对吧？三年后才给你利息的，这个我我方的律师也问了他，对吧？对他通过 V O G 购买啊，所谓通过 V O G 投资 G D P 的购呃那个投资款是一万四千美元，这个钱都在 S E C 手里。 然后刚才说的那个借款啊，农场借贷的那个百分之三的利息，在农场借贷合同里面讲到了，只有在借贷的这个时期满了之后，啊，你这个这个这个先是三年，后年又延期了，这个利息当然他都没有到三年，他就自己要求退款，所以说他 break 了这个 agreement 这个协议，他自己打破了，当然就不应该。 按照协议的规定，给他呃这个百分之三的利息，所以基本情况就是他的这个证人就是这样。那么大家可以评论留言一下你们的看法啊。然后下面一个证人就是十六号证人 FBI，他其实讲的就是一个昨天大家记得吗？四千六百万美元的一个钱从 Crane 这个公司，就是那个卡雷的那个自证其罪的那个证人，从他的钱啊、呃，从他的银行账户到了这个 Hamilton。 这个基金，然后又从 Hamilton 基金，呃，流向了几个 Trust，然后呃呃，这个没事这个我们的这个啊、呃，就对方啊、呃，检方律师就把这个对应上了什么呢？对应上了，呃，G Club 购买 Mawa 这个房产的这样的一个。 呃，记录他就把它对应上了，对应上的哪一笔呢？对应上的那个呃，这个预付款好像两百万，然后后面后面就没对上，我没看出来。但是这个其实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因为呃，这个购买怎么是目的是什么？是谁来使用？这个大家也都很清楚，对吧？他始终没办法证明说，哎，这个钱被谁密了，然后说这个钱被个人。 啊，这个房子被个人使用，这都没有。因为我本人是二零二二年十月来到美国的时候，我其实就已经听说我们的基地新泽西的基地在装修啊。当然，我都不知道那个时候是妈妈，我不知道。OK，然后最后一个证人是 Jamie Wilson，他来自于普林斯顿银行。呃，刚才讲了，他是呃负责就是账户里面可能有洗钱的嫌疑，他做一些调查分析之类的。那么他们分析了一个 Lamp Capital。 呃，账户一个 Greenwich Land 账户，那么当然还有 G Club 在他那儿开了一个账户。实际上，嗯，我觉得就是他分析就是这个钱啊，从从那个 ACA Capital 到他这儿，然后展示了一些借贷的这个协议，然后展示了一些钱打进来啊，展示了一些钱支付出去，呃，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 呃，这个 business 的这样的一个呃钱的流向吧，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因为你要说这个洗钱的话，这个钱是从非法洗成合法，他都没办法证明这个钱从最初的这个 source 来自于、AC、A C A，他都没办法去说明这个东西它到底是是否是非法。 因为他只能管他自己普林斯顿银行的这个账户，他这里面的钱。当然，他也发邮件问了我们当时开账户的 Daniel Pedaski，还有这个昨天那个证人自证其罪那个证人 Collett，这个钱怎么来的？然后我们给他提交了当时的一个借贷的一个协议，对吧？里面五百万是怎么来的？所以说，还是我们之前那句话，如果你真的能证明的话，真真的能证明这钱有问题的话，你直接就把这个。 这个有账有账户问题的这个银行账号，这些钱有非法的这些钱，对吧？这个被七哥贪掉的钱啊，你拿出来啊，你就直接就说明问题了。但事实上是，他说来说去都是爆料革命里面关于这些呃这些钱的流向的一个表面现象，他根本说明不了背后到底代表什么，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活动正在进行，什么样的灭共行为正在进行。但是这确实说明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我们爆了革命，我们要开一个银行账户，真的非常非常难，因为共产党的虚假宣传，因为共产党的虚假报案，导致说我们很多的账户都被关掉啊，呃，基本上就是今天的主要的一个内容，看看 Rainer 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后面具体就大家就就看那个七哥暂停记吧。但我最后补充一点，就是其实七哥一直提醒大家，calm down，calm down，calm down。Down, down, 我们来法庭一定要遵守纪律啊，不要说话，不要鼓掌，对吧？对吧？集中精神。那我觉得来这里是非常神圣的。那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关注七哥的案子，谢谢。好的，然后最后再补充一点啊，就是明天会有一个 Sam Roberts 这个证人，然后他会作证。 但是法官不让他作证关于 HCA 和 HDO 的专家问题。好，今天就到这里，明天见。